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东周网鬼灵精怪频道，我系主持人威师兄。今日我哋时隔年啊，再请到阴阳眼人徐嘉诚，由呢个美少女变成美少女人妻啦。Hello， 大家好。好似唔止喎，个身份仲改变咗，由纯粹睇到变成可以有特别嘅能力喎，系咪咧？系啊，由细个嘅时候，普通都系阴阳眼啫。系。咁啊，轉咗而家係有呢一個叫做通靈靈力嘅人。點解突然間咁樣出現呢啲能力嘅咧？我都覺得好奇妙嘅，因為呢個過程你都見到啦。我上次見到你已經係一年前啦。咁一年前就我啱啱開始咗我呢一個通靈，但我未完全覺得好好有自信地覺得得㗎啦，我可以去。清靈體啊，或者我可以處理到任何嘅呢啲嘅。係嗰陣時你仲係驚嘅，仲話唔好㗎，唔得嘅，唔好接觸啦咁樣。冇錯，即係有種咁嘅心態嘅。咁啊，蘇花隔咗呢一年入邊發生咗好多事啦，咁啊又結咗婚啦，咁啊遇到我而家老公啦。咁啊，我終於明白到就係原來因為我中途嘅時候都好擔心自己係咪身體出咗咩狀況，令到自己係咪有精神嘅問題。係。因為我自己都係好中意否定自己嘅人嚟嘅，唔係咁正常嘅，你都要諗點解理性少少噶嘛，應該都會係咯。我好理智嘅，係。咁我就有諗過，不如去睇精神科。去到咁嚴重添？因為我覺得太神奇嘅就係點解我會譬如我同朋友去食飯咁啦，咁啊見到隔離台有位叔叔，咁然之後我望一望佢咧，我就知道佢最近發生嘅事。咁驚，跟住我就覺得係咪我幻想出嚟？係啦，你其實證實唔到噶嘛。係啦，我點證實咧？係咪幻想出嚟嘅咧？咁樣，咁然之後就見到佢嘅一啲好特別嘅癖好，同埋睇到一啲性癖好。OK， 係。同埋一啲前世今生嘅業障而導致佢點解會發生有呢一啲嘅性癖好？睇到前世。係啊。OK， 係。咁然後我就覺得哇，有冇可能啊？但係你嗰下你冇，你都未證實到噶嘛？我證實唔到啊。咁直至到一路行過街，即係可能喺旺角咁，突然間見到有個女仔，哇好靚喎！咁我都會及下女嘅。咁我望到哇，著咩衫喎？條褲好型啊！咁樣，突然間我就見到佢嘅一切，即係例如佢工作啦，做緊咩工啦，佢嘅工作環境喺邊度啦，佢即係個腦入邊有畫面。我係突然間好似去咗第二個次元嘅空間。OK， 咁就好似現實還現實，然之後有一個 filter 係透明嘅，若隱若現嘅，喺前面再重疊嘅。OK， 咁我就見到佢嘅畫面。係。咁我都係 approve 唔到呢件事係真定假嘅，因為我唔識佢。係咯，你冇得問噶嘛，大佬。係啦，我問佢，人哋以為我騷擾嘅。咁直至到我開始見到我其他嘅朋友啦，我哋朋友圈入邊，咁我就食飯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咦？你最近是不是想追一個男仔啊？他說是啊。那我說這個男仔你很喜歡他，因為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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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是啊，你怎麼知道的？你完全不知道的嘛。他說你偷看我電話。我說我沒有啊。我說但我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令到你跟個男仔一起。哇，你連有什麼辦法都解決了？因為因果，就是呢。個男仔可能因為咁樣而佢特別中意某一啲類型嘅女仔，咁我就將嗰個人中意嘅類型話咗俾佢聽，係投其所好啦。咁我就話不過咧，你可以試下同佢一齊，不過可能僅局限於一個月拍拖嘅啫。嚇！你連咁樣都睇到埋？睇到。係。咁佢就話唔理啦，其實我真係好想放膽去試一試啊，因為我真係好中意佢啊咁樣。我話。得，你可以投其所好，做呢樣嘢其實冇犯法，亦都冇傷天害理害人嘅事。係，唯獨是你應承我一樣嘢，你係唔可以落人哋降頭，或者做任何嘅法術去擾亂人哋嘅心理。哇，去到呢啲啦，係好。佢就話：其實我真係有諗過嘅。咁而家真係因為我知道佢有諗啊。我話你唔，因為你都睇到佢有咁樣嘅諗法。係啊。所以佢有對呢個男仔有啲執迷。OK。咁啊，然之後我就話。得嘅，我教你，但系你要應承我，一個月你真係要完全放下啦，即係你當一齊咗就算啦。咁樣實現咗呢、這個即係 fantasy 啦。OK， 就算啦，係啦，就算啦。咁結果咧，佢就跟足我嘅指示咧。無論衣著打扮、氣味，即係香水啊等等嘅嘢，佢都做足曬。佢真係同咗唔夠一個禮拜，佢真係同咗佢一齊。係。
一齊咗唔夠一個月，啱啱定係啱啱好爭一兩日就一個月就散咗啦。真係準確無比，完全講中曬。OK， 好。然後那個女仔就佢話佢自己抽離唔到啦。咁梗係啦。跟住我就同佢瞓咗一番話啦，即係我就話。其實你當初咁執迷，我俾你去嘗試，我講俾你聽個竅門點做。咁但係到最尾，其實你要明白呢一個人真嘅真姻緣，佢並唔係你啊嘛。你得到過或者你嘗試過啲過咪算咯，即係你一定要放開咯。咁所以有其實蘇花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即係人哋拍拖嘅關係啊，即係可能感情啊、愛情啊，同家人嘅恩嘅緣分啦、啊，有啲人都係好執迷嘅。咁我就會幫佢哋解開。咁你就由呢下開始就知道你係真係睇到。係啊。咁跟住你點解你會夠膽去做師傅呢樣嘢咧？我一直都唔覺得自己係師傅嘅。係。因為師傅對於我嘅層面嚟講，可能會識法術啦。嗯。或者可能會有練個功啊。係係係。或者可能有啲符可以寫啊，嗯、有啲水可以唔知點樣結淨啊咁、okay. 樣。但我覺得我呢一樣嘢係屬於宇宙能量嘅界別咯。嗯。係我自己一路點樣去昇華自己嘅能力而更加幫助到更加唔同嘅人咧，就係、是、我不斷咁冥想。嗯。同埋心入邊要心存好大嘅大愛咯。嗯。咁我就不斷諗一啲七輪啦。係。通自己嘅七輪啦。用宇宙的能量去清潔自己的智慧和、深層入面的內心、嗯、然後慢慢就昇華到一個點是咦我知道原來靈體出現的時候怎樣令到他們可以遠離我們身邊的範圍你可以驅趕開他了是的是從而我就、原來真的可以而那個我的朋友都完全感受到這個 energy、即是你現在其實是見到個人，你可能用少少時間，你可以見到佢有冇靈體間。如果有嘅話，你可以幫佢解決，係咪可以咁啦？係啦、嗯，然後知道會睇到嗰個人睇個樣，我就會睇到佢嘅五行、嗯，最主要有啲咩元素而產生佢而家嘅運程啦。係，即係譬如假設嗰個人原來係金木水火土，金係佢嘅好重要嘅一個關鍵性啦。咁我就會喺佢個樣度會見到呢一個金嘅字。哦，即係要啲乜嘢？係啊，又或者佢太多啲乜嘢，而導致佢塞咗一啲 energy， 係令到佢有時頭頭碰著黑啊，或者點解會有啲位會缺乏咗？譬如可能金係屬於佢嘅情人啦，可能佢就係冇情人啦。哦，咁就要揾翻嗰啲彌補啦，彌補啦。冇錯，就會揾翻相對應嘅嘢去填補翻，咁樣令到佢行翻呢個運程咯。哦，咁所以之後就開始咗呢個另一種事業啦，係咪咁講咧？係啊，好突然啊，因為真係冇諗過自己可以用到呢一樣功能去幫到人。嗯。